我来吧。是从我推荐的那家买的。是吗？肯定的，这味道就够。行，下次不吃。你看吧。事业大人，你们是不是有那个水果？哎，哎呦！你要跟我们一起玩吗？有改味道不错。嗯，更懂。是吗？啊？多吃点。你说要和我去写作业吗？抱歉，打扰了。宇文哥。 我们来喝一个，喝酒。干杯！真是看了，不错，我也尝尝看。这块肯定正，是吧？嗯，谢谢。好，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你说。谢谢。每个人都有学科之灵吗？嗯。 吃蛋糕你不用查，其实也不是，每门学科都有学科之灵，但是很少有人能够遇见。嗯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呀，只有当某一个人对于某一门学科有很强烈的执念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出现，去帮助指导他学习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。那为什么我的学科之灵是数学达人呢？我是应用数学专业的，为什么不是应用数学学科之灵呢？其实按理说应该是这样。 所以我们也很奇怪，况且啊，像数学大人这样的高层已经很少出现。高层，学科之灵还有管理系统啊？那当然，你想想，那么多门学科，肯定得统一管理。像数学大人啊，就是我们理科管理者的高层。喏，那边那个，他是文科的领导者。你说真的吗？他俩呀，已经是老对头了。真的吗？那必须。那数学大人是不是很厉害呀？ 那肯定厉害呀！用你们的话来说啊，他也是偶像一样的存在了。嗯，你送我一个天空。那我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相遇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是命中注定。来，我们喝。来，随便你切了一半。啊，谢谢。 今天好像是安的生日吧？哎，我怎么给忘了？ 生日快乐！希望以后我能陪你度过剩下的每一个生日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没能陪你过生日。我给你唱生日歌啊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 小五，你有没有谈过恋爱？我们怎么可能谈恋爱嘛？是啊，老实说，你有没有在做任务的时候喜欢别人？哎，我没有啊，我可没有。别这么看着我。我有，我要唱首歌，送给数学大人，喜欢你。 那微笑的眼睛，烈日落，也当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看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数学大人，你为什么都不笑呀？ 你怎么总是看起来冷冰冰的？下一个，你
笑起来真好看。大人，我喜欢你。好了，够了，生日过完了吧？你们可以走了。好的，先走了啊！生日快乐，拜拜。那我先走了。还有那个刘星宇的观测呢，我先走了。走了。要帮忙吗？不用了。延安，你喝醉了。刚刚什么情况啊？刚刚好像看到数学大人脸红了。话说，人类和我们学科之灵是可以相爱的吗？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看来我今晚还得研究一下与人类繁殖的可能性是多少。但是宇文大人，什么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数学大人好像比以前更容易亲近了？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。放心吧，他应该有分寸。嗯，走吧。好，行，走吧。跟安辰。松手。树叶大人，你在做早餐吗？还是我来吧。碍事。我都这么乖了，哪里碍事啊？头好晕。谁让你喝酒的？我要睡觉。你下来。不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就你放开我。那你待着吧。数学大人，你别走。我会好好学习的。我知道了。完了，他不会弄死我吧？数学大人，我错了。你酒量挺好吗？没有，就一般般了。没有没有，完全不行。我以后再也不喝酒了。
走吧，吃饭去吧。以后不许喝酒了。居然不骂我了。真香，师爷大人，这真的是你第一次做饭吗？也太完美了吧！吃完就赶紧去学习。不愧是数学大人，学东西太快了。请问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数学大人不会的事情吗？没有，我什么都会。快吃。果然，这世上没有白吃的早餐。哇，太好吃了，香甜软糯，又清新爽口，简直绝了！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粥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不用了，我吃。吃得下。能吃到数学大人亲手做的粥，简直就是三生有幸。那一锅都是你的。你要吃完？你说什么？一锅都要吃完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也该学习了。午饭你也不用管了，我会来做。是的，还是我来做吧。我不是说你做的不好吃啊，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。如果你能按时完成作业，那你来。好的。那个，数学大人，你知不知道，其实这个粥盐稍微放多了那么一点点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那你我故意的，这是惩罚。数学大人原来这么记仇的吗？时间到。哎，等一等，我还没有写完呢。检查检查，这就是你认错的态度。完了，新仇旧恨，再加上题目又错了，我得想办法保住小命。宫的在逃雕像吗？长这么帅气的一张脸，生活一天是什么体验？我好想感受一下。我也很想体验一下，在你这种笨脑子里生活一天是什么样的体验。调戏你，我也不应该把题目做错。太假了，从你的心跳、呼吸频率来看，你真的很假。我一想到我借酒调戏你，
我就呼吸急促，心跳加速，你要不感受一下。数学大人，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背一下拐点的定义。连续曲线的凹弧和凸弧的分界点。一会儿我站定的位置为 x 轴和 y 轴的交点，你需要按照我给出的函数走出相应的路线，买到相应的东西给我才算正确。那我要是错了呢？那么我就会消失。你不能消失，我不会让你消失的。开始吧。第一道题，反余切函数。倒计时30秒。第二道题，在该极点左极限、右极限存在，但不相等，所以数学大人的位置是应跳跃间断点。数学大人，这样对吗？嗯。送给你。现在还觉得函数图形难记吗？我现在觉得学函数真幸福。小长假补了这么多天，一定不会被辜负的。数学大人保佑我。199，过去年考进了200名，我也太厉害了吧！考199名还能高兴成这样？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？什么呀？只要付出时间和努力，你想要的都可以做到。你看，成绩就是最好的说明，我一定会追上你的。需要我再跟你强调一遍，第一名和第199名之间的天壤之别吗？奇怪，他怎么进步这么大？太烫了，我要喝40度的。爱喝不喝？差不多了。你是怎么打算的？什么怎么打算？你知道叶恩恩他进步很快，照这个程度发展下去，他成绩很快就能上来。我说的不是这个，叶恩恩说他喜欢你，你知道如果这样……一时新鲜罢了。
茶凉了，加点热的。你怎么这么多事儿？啊！哎呦，可算见到你了！不就一个假期没见吗？啊，对了，快快快，你看，我不是最后一名了？你看，我就说你可以吧。我们来庆祝庆祝啊！这是我从家里给你带来的零食：夹心饼干、椰鲜薄饼、榴莲薄饼，还有一盒。我跟你说啊，就是那个螺蛳粉帮他上高铁，不然我也给你带来了。那个啊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年没能跟你过生日。啊，我们俩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呀？你不是给我带吃的了吗？不过啊，你过生日我给你打电话了，但你没接到，我还给你发微信了呢。什么微信啊？你认真一点，就算他是一只新鲜，那你呢？我只是完成任务罢了。我了解你，你就没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？嗨，安安，生日快乐！希望以后我能陪你度过剩下的每一个生日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没能陪你过生日，我唱生日歌啊。燕安，燕安川，我给你看了，你看到了？以免打扰你学习。不就是生日歌吗？我也会唱。祝你生日快，生日快乐。只是为了完成任务，没有别的感觉。你自己有分寸就好。再喝一杯吗？不好喝，走了。不好喝，你喝这么多。我发的信息你真没看到吗？没关系啦，你的心意我领了。可是啊，小陈，我有一件大事想跟你说。我也有件大事想要跟你说。那你先说。就，哎呀，还是你先说吧。我好像有喜欢的人了。什么？我有喜欢的人了。萧晨最近怎么怪怪的？说有大事儿跟我说，一问他又不说了，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傻傻的。我还想让他帮我想办法，看来还是得靠我自己。哼。你看，今天晚上有猎户座流星雨，我一定要带上我男朋友一起去许愿。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？好呀好呀，太棒了太棒了，耶！有了，耶！我终于考进前200名了，耶！我考了199名。199？对啊，199怎么了？我之前是最后一名，我现在觉得我进步挺大的。我很多题都能看懂了。你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像一个反证型函数。你是在夸我吗？看到了吗？尾巴上天。我没有骄傲，要不你出题考考我，我一定能答出来。是吗？不过
如果我答对了，你得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。无聊。数学大人，你是不是怕我答对了呀？请出题吧。哎，先说好啊，题目不能超纲。有进步，那你是不是要答应我的要求了？嗯。现在轮到我带你去个地方了，走，快走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今晚有流星雨，这个位置观测点最好。又漂亮，我特意选到这儿，我就是想跟你好好看一场流星雨。流星下许愿，很准的。流星雨的观测受多重因素影响，而真正观测到流星雨的概率，其实只有38.57%。啊，这么低？而且，流星雨下许愿，完全是宇文那群人的艺术创作而已，只不过是流星体和大气层之间的摩擦，哪有什么奇迹发生？不如回家学习得了。哎，数学大人，愿赌服输，你可不能开溜。就算发生的概率很低，我一向都是很幸运的。好吧。为什么会有人在叫燕安的名字啊？难道是因为我今天嘲讽了他，所以他装神弄鬼的来吓唬我？吗？刚才是你在这儿哭啊？没，怎么可能？那你这大晚上的一个人在这儿喝酒干什么？我，10:10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好了好了，你别喝了，懒得喝醉了。我没醉。就你这样还没醉，别喝了。哎，不能浪费。哎哎哎，不浪费，我帮你喝。乔班长，
好酒量啊！我现在宣布，你现在是我第二个兄弟了。第二个兄弟啊？那第一个是谁啊？叶安安啊！啊啊！你都把人家当兄弟，别人怎么会喜欢你啊？哎，你说我喜欢他那么多年了，他怎么从来都不知道？然后他说，他有喜欢的人了。那，你告诉他了吗？是啊，我好像没告诉过他。走吧，再等下去也是浪费时间。等一下，等一等嘛。刘星不来，我又怎么表白啊？少爷大人，我喜欢你。我之前说过那么多次喜欢你，我都是认真的。自从遇到了你，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也是你让我明白，数学也是一门很浪漫、很幸福的学科。是你让我变得更优秀，也是你让数学的奇迹发生在我的身上。我不仅是想赢乔麦，我想让你看到我的优点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不是一无是处的笨鹌鹑。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数学大人，我喜欢你。我真的真的真的喜欢你。延安，我不是人类。学科之灵和人类相爱的概率为零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我不可能喜欢你。是吗？那你为什么帮我？你为什么要给我过生日？我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已。不可能。那你为什么今天还要来？我是为了履行任务奖励。任务奖励？那如果我让你亲我，你也会答应吗？会，为了完成任务。那我要你亲我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青色的枝藤绕红砖，几只爬墙户晒树荫，等月亮爬上天空。为了我的学习，你什么都愿意做是吗？对不起，是我的要求太过分了。萧城，你快看流星，快看流星，快许愿，快许愿。流星啊，你让安安知道我喜欢他吧。啊，你许了什么愿望？我的愿望和你的愿望一样，我也希望我喜欢的人知道我喜欢他。哦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在收拾行李。既然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好意思留在这儿，我现在就走。也是，假期也结束了，你确实该回去了。居然一点都不挽留我，他真的不喜欢我。延安，
难道是要挽留我了？根据数学原理，如果你把每件衣服一件一件的叠好，再放进去，这样可以节省不必要的空间，你可以收拾得更快。你别再说话了，你这个冷酷无情的大冰块！从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喜欢你了。也好，这样有利于你专注于学习。叶安。走了，记得要完成学习计划。看嘛，我心里面的。这道题应该用什么证明来着？我记得数学大人讲过类似的题，是定义法。不对不对，反正也不对。啊，应该怎么？你要是实在不会呢，也可以问问我，绝对不是我自己愿意帮你啊。是看在香橙的份上，我自己可以。切，谁稀罕？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冲动呀？把话说的这么绝，数学大人肯定再也不想理我了。叶安走了。嗯。数学大人，你真的对我一点点喜欢都没有吗？想什么呢你？这么入神，烫不烫？你说喜欢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哈哈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喜欢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清楚，我觉得